近日有报道称，民进党当局近期频繁炒作所谓大陆威胁，宣称今年以来大陆军机940余架次进入所谓台湾空域，是2019年和2020年总和的2倍。对此，中国国防部新发言人谭克飞在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。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源，在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的谋独挑衅，和外部势力的以台制华图谋，捍卫国家主权安全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义不容辞。今年以来，解放军常态环台岛组织轰炸机、侦察机、歼击机等开展巡航，常态抵近台岛周边组织多军兵种的力量，联合战备警巡。常态在台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对海突击、联合对陆打击、联合防空作战等实战化演练。实际出动飞机架次，比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数量只会多不会少。目标十分明确，那就是以果断行动回击岛内外势力频繁勾连、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恶劣行径。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切实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福祉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。